写春联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陈老师。首先，我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大吉大利，恭喜恭喜。对了，春节就要来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。而今天我们就会来认识春联，这个就是春联，你们看，是红色的纸和黑色的字。哒哒，陈老师这里有一、二两个小的春联，这个上面写着万事大吉，这个上面写着新年快乐。今天我们就会跟着戴老师一起在家里尝试着戳戳戳戳戳写春联。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那在写春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到毛笔、墨汁，还有红色的春联纸。那今天戴老师想跟大家写大吉大利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了。